我自己的嘎布的名字叫马亨亨，对啦，拉马亨亨是一个很特别的阶级啦，是我们从取名字完毕之后有人一两年，然后可是接下来我们有长达12年都没有人，然后在部落里面呢、啊、每年都会点名嘛，点名在祭典的期间很重要，就是确保你有在，除了平安啊或什么，然后每年点到马亨亨队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一致的讲说去当兵，然后就是他说怎么可以当兵到那么久，已经12点了。那一段时间我们要那一年啊，基本上逢人就问说你几年次，你要不要来参加嘎布啊，然后就这样整个过程就是这样，逢人就问，因为